这边放的。为什么跟那么两个主管怎么弄了60元？你自己放的，我们这走迷宫都可以到。乱讲，我们上次都没这样。我们走迷宫都可以找到，你拿个那拿个开那个西瓜机。好，走，谢谢。我刚用脚顶，现在没有办法。脚太短，现在不欢。这不是有凸起之名吗？那我穿我自己的。那个冷气啊。用下方的控制器。投射都不知道从哪里开。里面一间海景房，超漂亮，超大间的。里面有什么？这么激动？这里。这个浴室会不会太开放了一点？哦，这间。是你妈可能要去这里。那就是我汉三姐了。可惜她这边不好。都谁谁了？哎呀。漂亮是漂亮，可是哎呀，台风啊，海的颜色变色，本来淡蓝色变这个颜色。本来就是。结果拍个照。是，好。结果。请，您请用。哎，三姐的背包已经放了，那我也可以放。嘿嘿嘿。有人放就可以放，赶快跟着放。哎呦，这瓷砖比比表不高。那一颗大球不知道是什么。你拍这一间干嘛？要拍就拍这一间，拍这一间。都拍了，我不会只拍一间。这一间外面对那个已经起雾，都有拍啊，那一间有拍啊。那一间有啊，也都会有拍。为什么还会有婴儿的那个？不是，你那个不要动，我来看。好。那要这里 PP 有没有？这个结
剪刀剪不断。还是你要跟你妈住睡客厅？过一个礼拜再。你跟我妈睡，我睡客厅。你确定？嗯嗯，有味道，对，有道理。哎呀，这小家庭的住家的，我觉得还 OK 啦，就不会只有一间这样哈。我们才住一天。对，住一天啊，其他去那边啊。因为我看到洗衣机没。对呀、啊，我弟说这个号码后来说哦，要卖好多好多钱。对呀、啊，那你要钱，对呀、啊，因为都会打错。这边在叫那边那个。啊，对了、啊，这个啦，珠海的那个，珠海的那个这个。渔女。这个只要在行程都一定会。断头棍，野柳的断头棍。女王峰呢？就是断头棍。我上次来澳洲。所以可以不用比哦。对啊，就没有办法下水。然后两次补考都没有到，然后就过了。嗯。然后怎么这么好？也毕业，但是还不会游泳。哦，根本就是放水。我们现在是要去珠海的。我们包车要去海鲜街吃海鲜，看这些人，看一下，看背，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，就转不过来，手断断了。我喝醉了，还是被他说过了，不能睡，不能睡，不能睡，要去吃海鲜。
他去买票了，他去买票，在这里等三姐过来就好了。妓女都跑过来了。转车是转车吗？对。可是还没啊，我们没买票哦，那走过去对了。妓女去买票。他叫我们往那边走哎、欸，他说转车往那边走哎、欸。他们走过来了吗？其实我们应该站在，对啊，站在那边。站在柱子那里，对啦，广告灯。其实我刚刚站在广告灯那边。请乘坐无障碍电梯，感谢您的配合。三姐，哦，有看到了。静宇在前面，他在第一个。
到了到了到了。照顾好老人和小孩，前面坐好的旅客请走楼梯，感谢你的配合。等一下就被放鸽子，就跟你们再见。三车哎、欸，好啊，我就不懂啊。我刚才喊的是好赶，我们现在要转机了。又换了另外一个。这是广东的佛山站，很大吧？今天因为台风的影响，下雨。我们到云浮了，我从珠海来云浮了，东山到了。今天坐了两站的动车，终于没下雨了。
啊，没有。你要去吗？我不帮你去。去了，找到了车站。哎，为什么都没有名称？这里太新了，居然连名称都没有。哎呀！先收到钱再吃。吃人的嘴软，哪能收？啊！现在有几杯球给你看。可以看洗澡看的。对，卡车子。没有，这个有帘子可以放下来。放，现在都这样子、啊，没关系。晚上洗澡就有十杯球了。有，阿辉果然有十杯球。啊，我要进去跳一下，可以看。好，去看。去。你觉得我们这样还要再订一间吗？为什么还要订一间？这个是很小的，就它是一米二的嘛。我意思我先订两间、啊，我不想订三间，多花钱。不用订三间、啊。如果住不下，我就叫人家招待我住一晚上。不用拖下去就有的睡了。这个叫咸蛋排骨。这个叫排骨鱼腩。啊，那个来，咸蛋辣味，那个叫包子吧，好吃，开动，开动啊，嗯，现煮的哦，煲仔饭哦。我们吃的煲仔饭是生米煮成熟饭的哦。哎啊，腌制这个是要自己弄哦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加。好，好。小杨，你再夹一个菜，夹最大朵的。但辣肉有味道，咸咸的哈。不理我。你看他们的菜是不切的。人家吃足子。这个才叫做吃菜。你切不切？哦，就到身上。嗯。好。好啊，我没有拍到你的脸了，好吧。这叫麻辣烫，这个是香蕉，干嘛了？这是甜的哦，这是地瓜。香蕉，哎，这是啥？不是，这不是地瓜，馒头、哦，这是馒头，甜点。嗯。换这个香蕉。这个，嗯，这是。我们的嘴巴讲够香蕉讲，不要试吃。韭菜，这是空心菜。哦，还有空心菜。嗯。还有一个，不是，我吃的不是空心菜，是那叫什么？
那个芦荟菜，芦荟菜，嗯，咸的比较好吃，甜的可能不习惯。好好吃哦，对呀、啊，我吃那金蕉刚怪怪。好好吃，都没有炸榴莲。你怎么会吃这么奇怪的东西呀、啊？榴莲炸榴莲很好吃，榴莲本来就。